只妖魔。砸了，许褚还能再战，比想象中要难对付。贼首已经伏诛，比想象中要难对付。我没事的。下次我不会再搞砸了。许褚还能再战，别计较，准备迎击。好像有点难办，劳烦你帮忙了。有你帮忙，我没事的。一时大意，好像有点难办，劳烦你帮忙了。再战，拜托了，帮帮我。胜券在握，
原来您是为百姓而战。该返回了。返回？但此处尚有未剿灭的贼头。接下来交给曹将军即可。诸位，且听曹某一言，以掳掠为生，绝非长久之计。唯有随明主灭群寇，还天下以太平，方能安居乐业，如愿继续传道。而我曹操正是尔等所需之明主，吾愿以礼相待，并准尔等继续信奉太平道。倘若有朝一日曹某有负尔等，尽管来取曹某首级便是。快看，贼军投降了，足足300,000大军啊！那人便是曹操。典韦，辛苦了，做得很好。谢将军。此人名许褚，曾率乡勇抵抗贼寇。典韦认为他是一名胸怀天下的义士，希望将军准其归附。有义士归附乃我军之福，你率众抵御贼寇，勇气可嘉。曹髦已传令下去，将死者好生安葬。许褚，你有如此过人之勇力，从今往后可愿跟随曹某平定天下？长袖既降，我军暂时已无后顾之忧。接下来只需全力挥师东进，擒杀吕布并非难事。能如此顺利，阁下可谓功不可没。话说那张绣居然如此轻易开城投降，可不是啊。小尉劳苦，该换班了。此处交给我，速速护送将军撤离。快！张绣谋反！这个张绣，敌军正围攻大门，校尉独自留下抵挡，请将军速速撤离。你是要曹某弃将士于不顾？请速速撤离。将军若殒命于此，便是弃万民于不顾。可凭典韦一人，如何挡住敌军？请交给许褚，定将校尉平安带回。说得对，曹某必须活下去。出发，定要救出校尉。你果然还是需要我，包在我身上。